月月初，宜兰南方澳大桥断桥造成严重的死伤，有得要重新来振作相关的单位重建桥体。地方的人士南北地邀请到这个南方澳的料理专家，推出到在地便菜饭，要来传承到溪村的老滋味。一出一出的料理烹上桌，好人看了更要流嘴烂。除了有规尾鱼的料理，嘛有真侪特殊料理，像这点是海产米粉汤。这出是用到龟头刀的鱼腹，另外这出是红糟鳗，看起来真简单。要我要做的是每一部分拢要真注意。将一块一块红糟鳗冰冰裹粉了，刷来都爱落去煎啊。这个好滋味，好游客真饿咯。扎实。而且很鲜甜，他们都是以前早期的老料理，很有特色。每日出的菜色，唔呐色香味俱全，更加有留一辈讨海人的记忆。为了传承溪村的滋味，文化局举办小溪村老料理的活动，邀请专家做出在地甲各地海味。南方哦，特色的餐点、餐饮文化，然后把它呈现，受到影响的一部分哦，这个慢慢的把它补回来。除了办活动，毛出版册，唔那是食谱，嘛记录这菜式背后的故事，要用料理来传承文化。